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谁能把你伤成这样？这是第三等级的伤势，我得立刻帮你治疗。秦赞，把伤口密封好。第三级伤势是什么意思？伤势等级一共分四种，有低至高，有轻至重。那第四级会怎么样？死亡。 你拿张照片给向灵儿，什么意思啊？一定要保护好灵儿。会的。你要为自己保留力量。我会的。